今天我用30秒的时间教会你一道超级爽口还解腻的东北大凉菜，让我们一起做吧。首先把粉丝用开水烫一下，再准备一颗大白菜，厚的地方啊用刀片一下，再给它改刀切成粗粗的细丝，放入冷水中浸泡一下，这样会更加的脆嫩。胡萝卜改刀切片，再改刀切丝，青椒改刀切丝，大白菜控干水分放入盆中，放入粉丝，放入胡萝卜丝、青椒丝、小米辣，放入一把蒜末、香菜段，再放入一勺生抽、一勺陈醋，再放了一勺白糖、咸盐鸡精、几滴的香油，能吃辣的放了一勺辣椒油，不能吃辣的再放一勺，用你发财的手咱们给它抓拌均匀。进来的大哥大姐啊，如果你有缘刷到这个视频，就帮老弟点个红心，点个关注呗。你看老弟都这么说了，你就给点一个呗，也方便着日后查找。感谢您的支持。